车喽！这代表什么东西啊？十班，十班，告诉你，十班就只有这个位置才钓得到。钓什么鱼？我是玩机的，从来没有中过鱼的长哦，同上龙爷，太可怜了。我有臭肚子。OK， 啊，李子，你有信心吗？非常没有信心。而且听说这边还有一些潜规则，就是等一下的钓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是要边钓边走，对，边钓边走，先搭了高铁。对 ，Let's go。这要走了吗？对，我们要从木栅出发。从木栅出发了。发车喽！老司机，老司机在带我。每次讲老司机都不由自主的微笑一下，真的心术不正。那我们这次还蛮顺利的。刚说完，刚说完，开车。我们这次要往高雄的地方走了，我们已经经过台中了。看鱼讯吗？是蛮好奇的。好，我们的到站了，终点站吗？终点站。这钓什么东西啊？石斑，石斑，我告诉你，石斑就只有这个位置才钓得到。哎，好屌哎！好屌哎！假的，真的，我看，红色呢。哇，好大哦！大呢，在冲呢，在好价，哇，昂屌哎，昂屌贵哎！这样一定要飞的，是不是？那最好要飞的啦，飞会断嘛。第二个，对啊，昂屌，来，我给你上来，非常修爽。哇啊！哇，嘴巴这么大，他吃这么小的。是哦，不要让它掉下去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那我们继续吃饭。酒吧没有饭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呢，跟大姐出动，大姐出动。乌鲁木齐，镇海乌鱼，哎，你有拉很久吗？拉蛮久的，他大概拉了一个小时，我们当时差一半一半左右。镇海乌鱼，哇，好大啊！哇，很漂亮哎。乌鱼，好可爱哦，这点。对，鱼都趁这种人家吃便当的时候，它就出现。真的，我大哥，你吃便当了吗？还没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就是贪吃，怎么样？他有牙齿吗？没有，没有。OK， 大家来扣一下。那你要小心，不要掉下去啊！小心不要掉下去哦。我觉得你去岸边。先去岸边。它味道好重。不要钓鱼，人家钓鱼，然后你钓。哎，哎呀，你不要跟他说声你好、哦。来，秀秀，秀秀，现在午睡时间了，来，宝宝。他身体有点臭。不，对啊，痛苦。等一下，你还扎不准。我跟你讲，我改那是人下雨，所以我说我在身体保护他。秀秀，快，声音脆配。乖吼。粘在手，身上一定都粘液。你不知道扣鱼？扣鱼，等一下，一会儿他会扣。不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露影，露出我的本性。那就这样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继续吃饭了。OK， 回去吃饭。现在又重。主播，你嘴巴怎么跑出烟来了？真的，现在我跟你讲，钓鱼不分年龄啊，不分年龄，也不分性别，看到没有？厉害来了，厉害了！新竹店代表，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哦，九炉啊，十炉也，这是九厉害了，哇，这是，要这样收才正确。哦，哎，变冷了哟！哇，太大的哎！哇啊，裹一下，裹粉。
好了，拿到后面去。Michael， 李麦克，新竹店的。新竹店，他叫 Michael Lee。不、哦、是啊，Michael Lee， 他有玩过基调吗？没有，今天第一次玩。厉害，低调天选之人，妹妹 go。对，面罩拉下好不好？你帮他拉一下。很奇怪，我怎么拉的？不要乱讲好不好？脱下来。Michael Lee， 这样子抓。哎，我是准备手下来。我真的。有有有有有有 ，OK， 麦克利，你先忙你的。我哪敢、欸？那也是那个哎、欸，走走走走走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哈哈哈哈哈，更厉害！这个车祸，天加天天选之人，全是什么鱼啊？不知道，吃人家那个吃狗公，而且吃天鸭。达成一个联盟，你知道什么联盟吗？什么联盟？敲鬼联盟。他们现在是土战术，现在是一边长尺这样子慢慢打，他等下我们打到直接土豪战术这样，真香，真香到梨子，梨子，梨子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这样子，我们梨子已经在这里七个小时，他七个小时是一样的动作。那你可以看到他现在，现在是属于表背的状态，我相信各位也看得出来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好，谢谢各位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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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